你看我靠有无？你有啥物假的？恁大家讲一下哦，吼。要买啥物？虾仁顶块。无人，无人，无人。无人。 无人，咱讲真诶无人啊啦，好啦，一定无人啊啦。哎，咱讲真诶，即摆嘛无人啊啦。嘿，乌啊，乌啊，乌啊鱼啊是沙白鱼。看，这沙白鱼啦，我看到贵咧，只好。你爬下来就讲沙白鱼。他们刚刚都要出来卖鱼啊，赶快！哎，我讲一个笑话，恁听，绝对歹势。较早我是做艰苦诶，有无？ 我嘛足艰苦诶，你。我阿姨甲三百二，我分袂清楚，走出来卖鱼啊。咱讲真诶，我是安尼咧。吓啊，爱当初艰真艰苦啊。吓啊，我连走出来卖啊，我阿姨甲三百二，我看无。咱讲真诶啦，好啦，什么钱？哦，这两部啊啦吼，即摆三百，即摆两百啦。哦，四个啦吼，两尾卖四百，开三百。什么钱？我真正两部啊，你个三百二无来，几多来？两百块。你要食无？好，开两百。来啦。来，剩即摆尔。 来一百，你搁送来。无啦，迄要做客客类的。啊，三百，啊，三百，三百。三百五，客客类。啊，慢慢变两百多啊。来。啊，来，伊买包包，你敢唔拢无啊？要食无一百块，什么食？无啊，万不爱吼。客客，我两无。喂，来，Hello，来，还有一个什么啊？嘿，好找一个，较有气的来，有气的，你什么价格无？嘿，那叫乌鱼标。嘿，查某食无好，查甫食了变变球。 咱讲真诶，来，后面我真歹啊，使歹行，咱讲真诶。咱食乌鱼标无？你敢食？乌鱼标，你敢敢食？敢啊！乌鱼标我你讲吼，啊，这较好咧哦。你当然你甲提前好咧，甲请起来，啊，看咱家底甲真真诶，啊，真真诶，啊用一寡麻油、姜啦、麻油，安尼甲白白诶就好啊。安尼听有无？啊，到早当选啊，载去南，啊，重点来啊，重点是咧一包沙丁冻，好来。 诶，我你讲我无啥鱼啊，即间食拢垃圾屎啦！咱讲真诶哦，我你讲我鱼啊较济哦，你莫讲我旧啦，我你讲。我三百块啊，较值当。一平，来我你讲啦，我剩六包尔，啊一包三斤，啊即摆乌鱼标诶行情一斤就是两百出头箍。咱讲真诶啦吼，啊看你要食看卖无鱼标来，我讲我招六个就好啊，莫讲一包你卖六百三斤重啦，哦六个人诶六个人尔。咱讲真诶啦吼，卖六百卖五百拢毋免。咱讲真诶，拢毋免。 哦，这你食看卖好无？五百，四百，啥物爱的？你食乌鱼标无？有人要爱无？我你讲来，会晓食一遍，袂晓食，我你讲等明年啊啦。哦，我你讲来，四百三五来，袂晓食无改，三百块就好啊。乌鱼标，看你要食无？有个人都唔知要哪注意，你无甲讲。我系都较假。 首先，首先乌鱼啊，再加不起来，三百块谁吃的？沙巴，沙巴，可以吗？啊，西瓜吗？西瓜卖了，我们是跟你讲白了，沙巴，沙巴吃不啥好了，沙巴你吃个变变球，咱讲真的啦，来啦，来啦，现在只要就是三百块谁要吃的沙巴，你吃不？乌标啦，沙巴你要吃不？乌鱼标来大只来沙巴来啦，好来啦，我吃乌鱼标不来啦吼，要吃乌鱼标就是三百块谁要吃的，乌鱼标啊，三百块。 来三百块，乌鱼标就是三百，啥物事啊？乌鱼标，我就是三百块，啥物事啊？无吼，乌鱼标啊，好来吃过来，你吃乌鱼标无？啊，无你两个是有关系，要无来你来问伊，你来问伊。阿都阿某，好，阿你问阿某，阿某徛只开，你是有登记无？阿阿某，登记无？阿阿买西瓜鱼，你叫阿阿某？免啦，免啦，免啦，身份证就免啦啦。阿阿黑啊。阿黑啊。 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这个想我你等下一下，哎，等下我阁问一遍，这什么字啊？三百块，叫我收做算的啦，三千单的。三百块要买要快啦。系啊。好妖啊，红红色的，红色啊，红的啦。啊，你黄色的哦。你黄的啊。黄的三百来，要阁讲下来。啊，剩偌济？哎，一杯，一杯老的，哎，杨总。飞黄鱼，来咯。飞啦，飞啦。红肉酸。 这莫管几个，才一年才过啊岁尔啦，伊都带一个千卖有无？啊，带一千卖，啊，即摆这贵到啊有无？啊，富人要配件，你知无？啊，配件配了，佫输落去啊。富富弟啊，佮人佮你输。啊，就是富人，伊那才是贵着啦。好，算了，别讲啊。三百黄鱼，吼，两尾三百。
安尼啦吼，三尾三百，卖怪叫我改大尾啊，讲这个啦，四尾少你三百块对吧？三百块，黄鱼三百，你要吃无？要吃黄鱼无？大个，煎的，糖醋，红烧，用啥个？用啥个？卖哦，这三百，无哦，好来三百。比较八个袂出艰苦的，比较八个袂出艰苦的，咱讲真嘞，来三百，想要吃三百块，谁要吃这个三百块？你这边谁吃？等下好了。啊，这想要吃就一个三百，想要吃三百块。啊，我冰，你等下爱加冰格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爱无？废话，啊，你爱冰格够花啦，我够够你三百。来，黄鱼怎么吃？好啦，黄鱼怎么吃？啊，伊在讲好话，伊要画，伊要画。好啦，你放那边啊，就是带来。啊，你讲起咧，六个八个尾啊，介绍我嘛是写写条啦。河流嘛无意思，你知无？河流这嘛无意思啦，我来啦。啊，你要吃无？老嘞，客人你要吃黄鱼啊？无，我就是三百块来得啦，黄鱼啊。咱讲今天两三百，黄鱼啊，什么吃啊？我就是三百块黄鱼，你吃黄鱼三百块。还有比高粱更难喝的。哦，我就是三百块黄鱼吃吗？黄鱼三百块，你们要吃吗？黄鱼。我光闻就快醉。差不多。无啊吼，黄鱼三百块还不吃啊？哈，好啦，无进来。这个大碗讲一个啦。那米酒一定是最好喝。好。嘿，我个只红肉帅啦，我来啦。无遐紧张，无遐紧张啦。系啦系啦系啦，系咯。啊，迄个国花啦。什么啦？迄个啦。只有啊，只有，啊，只个，只个同只大块，只块大块啦，安尼，安尼话。我大个。太大个啦。哦，大个东西啊。咱讲只个俗讲俗啦吼，啊大只要六三，咱卖计较。我等下我讲你提落啦吼。我有啥物俗话你咪就对啊来，啊你若要吃红包。冰箱客流咯。啊，变出个咩事啊？我讲来啦来啦，哦，大细蚊无计较啦，我来乖，哦，买两百块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价钱买的，完全拢无钱，就自己摆喺柜面啊。哦，大珍珠煞做僵尸来，拢无啊，好来两百。啊，大细蚊我加下条安尼啦，吼，大少看下两百，来，两百块，看你要吃无？一斤八十嘛。这卖是安那啦？安啦，这卖是安啦，安安啦，哈？要偌济？你有啥听无意思？买啊啦，我要偌济啦？头先你有买这个了？好，安尼呢？黄鱼，黄鱼甲这无同款啦。无啦，我讲买一项就好啦。我你讲，小五零，咱讲买两百来，你无得买就得计少，两百来啦，看啥物来啦？两百块，来吃啦。好吃，你要吃四啊？吃十八个啦。十八个，来，靠谁啊？来，两百好不好？好啦，你要提一出边的呢？你看蒙这边价无开换呢？阿边价是话无得发几卖呢？你走多远啦？我行啊，行真久啦。靠腰啊，腰靠我。三百。哎姐啊，你爱食翅，你食三百二也好吃啊。姐姐，我不爱食翅的，你若爱食翅的。我爱中午爱食三百二翅的，你今天来不要死。还佫想要吃两百双的，两百，谁要吃的？他就无啊啦，套路嘛无啊啦，想要吃啊？套路嘛无啊啦，两百。无啊吼，慢慢来啊吼，来，好来，迄路我讲来啦吼，啊对面佫头头讲啥的哈？你们说什么的？你们说我就卖，你不是说我是要卖？我的目标就是拖到十一点，我才让他走。咱讲真嘞，啊无我有下班。咱讲真嘞来，啊你讲来啦吼，啊迄落即尾三百伊较好食，啥物食？大小小点卖啰嗦，好不好？哦，即尾三百，即尾两百，即尾百五，一百块多少？几多块？一百块，谁知道？饲只只几块猫？哎，饲只几块猫？哎，咱讲真嘞，好来，哦，饲只几块猫猫，一百块啥物食？是吧？这问恁老母，跟我无关系。你说八十块未？我讲八十块啊，恁。咱讲真嘞，来，买了八十嘞，咱讲真嘞，来，好来，我讲来啦吼，这全家的名菜，人看要吃无？你那虾饼大蒸好吃好不好？哦，大蒸啦，就上蒸的尔。咱讲真嘞啦，好来，你那虾饼啦，一包卖偌济？咱讲真嘞，泰国料理袂平平。香冰冰啦，一包价无超过一袋啦，好百八啦。我讲来啦吼，两袋三百人来，我开三百，再蒸到两百块来，到两百块，你要吃两百块，来，我就吃两百的，下面吃虾饼嘞，两百块虾饼你要吃无？两百块月亮虾饼，下面吃两百，你吃月亮虾饼无？你大哥来两百来，来两百来，好，剩两个人，
两百块，我才要吃两百块月亮虾饼。月亮虾饼我就吃两百块，才要吃的。两百块月亮虾饼，才要吃的。有人要吃的无？听无？卖哦，不是听无哦。两百月亮虾饼，无吼，无吼，买只袂忙好无？月亮虾饼人你们不吃吼，算了拉倒。哦，月亮虾饼两百块无要吃吼，算了拉倒。来，这边再先讲话，快讲来啦，来啦，来你。哦，这啦。哦，鲈鱼啦！我叫我来讲哦，咱稍尽量抽你看卖会了未啦？哦，即尾五百，你看虾啊，哦，即尾五百，即尾四百，即尾三百，即尾两百，哦，两尾卖四百，两尾卖三百，两尾卖两百一个来，咱百块想要吃两百块，咱要吃的无？来，我就吃两百来，到鲈啊想要吹，两百块，咱要爱无？鲈鱼两百，你要吃无？鲈鱼两百块。鲈鱼两百就好啊，鲈鱼，啥物食的？无就无啊，无就无啊。唔嘛，你要爱吼来啦，高水啊啦，高水来两百。只要搁送鱼好啊，唔无，食较济咧。两百。哎，只要啊，卖讲只要搁送可能变甲白送。两百。你莫甲伊讲。啊，等下搁睇咧，睇咧。免睇啊，只要你整就好啊，免睇。你好笑要哪只？好笑好笑，莫甲食啊，咱讲真个啦。好来咯，有啥物介意，就上我上五年，好无？哦，啥物介油头上我上五年，还要送外只只个人玩哦，生了歹个人玩哦。咱讲真嘞，一尾送外鱼我卖四遍，还卖袂出去，我看着贵。咱讲真嘞啦，系啊，较济就卖，还卖到剩一尾卖袂出去啦。我讲气死啊，气到就断阿盐。咱讲真嘞啦，我讲来啦来啦吼，啊，即款啥物食啊济啊？我讲啊，剩阿只尽量处理掉啦吼，即叫啥虾仁卷啦、虾仁卷啦吼，真嘞好食，钱好食来啦，来啦，哦，真钱好食啦，好不好？虾仁卷啊，你们吃吗？虾仁卷啦，好啦。